张敏是周星驰早期的御用女星，她是和周星驰合作最多的女明星，两人曾合作过非常多的卖座电影，包括赌侠、新精武门、逃学威龙、鹿鼎记等。张敏1968年2月7日出生于上海，小时候全家移居香港。1987年张敏被向太发掘，还没毕业就加盟永盛电影公司。进入娱乐圈后，张敏就一直与向华盛传绯闻。与向华盛相交多年的肖若元曾在节目中爆料，向华盛曾经花几千万给张敏买房子，不过最终两人分道扬镳，这也导致了张敏再也没有跟周星驰合作电影。之后张敏便淡出了娱乐圈，转战商界。1996年，张敏在上海开了美容院、时装店、酒吧等产业，更与朋友一起开发房地产，但是由于经营不善，店面于1999年陆续关闭，之后更是被朋友骗走千万资产。1999年，张敏开始与京城四少之一的汪宇交往，后来汪宇与赵薇传出绯闻，汪宇主动承认与赵薇的恋情，并提出与张敏分手。随后张敏认识了现在的爱人刘永辉，刘永辉演过戏，当过制片人，曾任香港九州亚华公司的副总，两人于2013年结婚。张敏受访时坦诚，我感到好幸福快乐，他对我很好，还自嘲年纪大，婚后要尽快生小孩。